海峡两岸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汪维江。光影航程，海峡影视季是我们两岸影视人共同的节日，很荣幸受邀来颁发第13届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电视剧。我担任过演员、电视剧制片人、媒体公司经营者、产业团体的负责人，对电视剧行业的发展持续关注，和对促进两岸影视的交流合作是我毕生的志业。近15年来，大陆电视剧制作日趋精良，演员的演技精湛，大时代背景下的人物命运变化，以及历史长河中故事情节的转折，都带给我们台湾电视剧创作者许多的启发和学习的借鉴。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观赏大陆电视剧。